累好不好？我还是要上班哦。安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班长，去到周五，晚上去吃，我等下回来。好饿，我上班。
我才打败午餐呢、啊，到底呀、啊？很热啊，外面很热啊，而且还下雨。PC 好像停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异形王者很久没有来，薪水他，这么杀死啊！先换一只账号打看看。哦。哦，下雨，我是去玩才那个人。换他小啦，异形王者。没有打单啊，是我的账号啊。不动在问一下他在不在，动动起床喽，我想吃东西哦，还是我先吃完再玩。嘿，今天没有吃早餐就那个，你们运气很大哎、欸、好好好你好啊，杀手靠北啊！那你们昨天玩到几点？三点啊！龟狗开两个小时就去睡，真假的？他睡不睡？他睡不睡跟我又没关系。到三点我超累的。他有继续玩吗？没有吧？他不知道，他好像说今天要上课吧？应该被大家说中了，真的是一直来看一下的，漂亮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，好好 ，OK。大英场动主播能打吗？应该人不够哎、欸，人够就打，人不够就不能打。想不知道先去买，你不知道先去买饭吃。我买啦，我先要看，如果人够，我们就来打个大英场。欸、我昨天也是讲睡一波的、欸，然后早上就起来了。你那边雨很大吗？我这边雨是用倒的。有几个是加我好友的，还有谁说要加我好友的？
去的吗？早上起来不会回来啊！啊我，你知道 LINE 那个程式只要一关掉，它就没有讯息吗？你要打开它才会那个出现讯息啊！我就没开了。